我看见。停一下，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在十八岁就生小孩？你觉得你自己不正常吗？一想你阿爸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也没见过。妈咪，反正爸爸又不会回来了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找到老公，帮我自己找爸爸。龙华偶像台，原来爱就是甜蜜。